现在是林，现在是恶鬼界的众生。林宝天尊带你到地府去了。对。然后你看到恶鬼界的所有的众生，好，你把你看到的形容出来好吗？就胡说我在地上爬。什么东西在地上爬？那些恶鬼道的众生。啊哈。他们为什么在地上爬？你有看过你把他，你形容一下他们的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不会，不会哈。你形容一下哈，你看到他们的那个样子。有穿衣服吗？没有，都没有穿衣服。都是裸露的。嗯。然后很瘦，很干枯。很干枯，像伊索皮亚的这样难民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哈、嗯。然后他们为什么在地上爬呢？因为他们肚子鼓得蛮大的。嗯，就像我们在看电视那个非洲难民一样嘛，肚子都会大大的嘛，对对对对啊，身体都骨头都露出来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你问一下道主哈、哦，那你看这个景象是要你要让你知道什么事情？来，你是要看你的愿生功对不对？然后双手合掌，然后报出你的内心，报出你的姓名，出生的月日，身体可以来自哪个方向？他说让我知道有因果的存在，让你知道有因果的存在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他这个恶鬼道的这个视线哈，那要让你知道他这个是什么因果的一个展现。我们可以跟其中一位聊天吗？可以问他们吗？贪呢，在人世间的时候犯贪戒。贪戒是不是？嗯，可以再详细说明吗？就是说我们请一位来现身说法，他犯了什么贪戒，然后导致他在恶鬼道受这样的苦刑。来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这样请问一下，你手放下来没关系。你还好吧？我问他说是哪位神尊，他请他告知我们。他们接受了很多的东西。道主还在你旁边吗？在哈，好，你请道主要保护你哦，哈，因为毕竟这个境界哈，不是我们一般的凡人可以进去的地方。先生。先生，您现在，你可不可以放轻松？先生，嗯，我在。你为什么会，你的肩膀为什么要耸成这样？你可以放轻松吗？你现在状况如何？感觉如何？就是有个恶鬼要见我的身，然后就是要阐述他的金玉。他能不能？请你请道主慈悲让他开口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让他进你的身，这样不太好。请道主，请灵宝天尊哈慈悲做主哈，这个是不是可以？就是说由他能够开，还是说这个这一位他能够开口吗？他能够开口说话吗？你有不舒服吗？有不舒服要跟我们讲一下。不会哈，你好，你有你知道他说话了吗？他有述说了吗？现在在说。那你可以转述吗？他可以转述他现在的他要阐述的因果的一个关系吗？煎炭。哈？煎炭。什么叫煎炭？哦，又煎又炭是不是？执着自己的犯行。执着自己的犯行什么意思？然后四处骗钱。哦，他四处骗钱。嗯。哈哈。还有呢？你看到他在这边的刑法的时候，就是在地上爬，还有什么样的刑法？
那上半身跟下半身是被砍断的。哦，被砍断的。嗯，对。哦，在受罚的时候被砍断吗？对。哦，然后只剩上半身在地上爬。啊，他下半身不见了。哦。你可以控制一下你自己哈，不要让自己那个灵动动的那么大哈，可以控制一下自己。好，那他的部分他诉说完毕了吗？然后残杀一些动物界的众生。他残杀动物界的众生哦，比如哪些动物？我现在看到的是羊。羊哦，所以他是鸡，他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去杀，还是说他生性？他就拿聘来的钱，然后谋财害命的钱，然后去杀这些众生来享用。哦，为了口腹之欲就对了，然后去杀这些众生来。OK， 好，所以他是骗人家的钱来之后，又去杀众生来吃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所以他才要受这样子的一个恶鬼道的一个地狱刑罚。啊哈。那还有呢？还有要说什么吗？还有浪费。还有浪费，不珍惜。可以放轻松。你是在流汗还是在流泪？流汗。流汗了，会热哈、啊。对。所以他好像又走到畜生道了。嗯，刚刚是恶鬼道。对，现在到畜生道。对，好，你看到什么？很多动物界的众生。嗯，那他们在这边受什么样的刑罚？没有看到他们受什么刑罚。嗯，就是像动物的样子。好，那道主带你到这边来，又要告诉你什么事情？其实哈，应该就是刚好这个机缘哈，然后也帮你做这个录影。那鱼吃啊？啊？道主跟我说鱼吃、啊，鱼吃的人愚昧的愚嘛，痴迷的痴嘛。对，容易堕入畜生道。容易堕入畜生道，什么样的愚畜生道？能不能再执着？执着就对了。嗯，那你懂意思吗？我知道。你可不可以再更明确的诉说你所感觉到的？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或者是执着什么事情，我们可能会堕入畜生道。贪爱。贪爱。愚痴。啊哈。过于痴迷就对了。过于痴迷就对了。还在出生道吗？对。那还有看到什么？现在看到的是一些鱼虾。鱼虾。为什么会变成鱼虾？为什么会投身在鱼虾道这样？就是变成鱼虾的那个，有指示吗？在生的时候喜欢钓鱼。在生的时候喜欢钓鱼，就会变鱼虾，以后就会变鱼虾。对。哦。还有呢？好，你双手合掌，你跟他启示一下啊。你问他可不可以带你去那边采风？
个作证哈，谢谢。你现在还看到什么呢？道主现在就在我的正前方，然后放光照着我。